整脸。梅奔的场地真的是很好，场地很小，内场外围圈很小的，内场人坐了外边一圈就是很没有什么其他的位置。看到瓶子那个美工大哥塞了塞钱，帮我帮我要水瓶。这次要涨价了啦，抢完就没地址，我不补呀，我亏。不太懂啊，那个外地的方言你肯定比较难听懂啊。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还比较难，啥东西了？已经提示了，已经提示我了。哎呀，惨了惨了，我先关一会儿，我先下一会儿。